中间，正中间。中间这一张，中间。好，这里正中间，来这里。来，两位这边哦，这边。好，谢谢。OK 了吗？可以，谢谢。来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先，君姐中间。好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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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里可以哦。来，正中间，来，正中间这里。两位都边这边，啊，有点浮夸了，浮夸了。边一样。笑一下。来正中间这一位，正中间。这边这个，右边右边一，右边是一。哈哈哈！超前面。我来帮你拿麦，你要帮你拿吗？我可以，可以。好。好会摆 pose 哦！我超爱，我在家里每天都是 catwalk， 每天在家里每天都要换，一次换一次换，很好玩。嗯，那有教他怎么样摆 pose 吗？不用啊，他也超会的，我们都在 PK 啊。那刚刚他妈妈这样子摆 pose 摆这么厉害，怎么样？他就是本来就是这种，你知道，抢风头跟他比起来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。啊，你客气了。那今天自己觉得自己最时尚的点在哪边？这么。就是我的魅力，你的魅力，我的微笑。那我觉得呢，今天妈妈这样的地方在哪里？我觉得真的是她的魅力，因为其实什么衣服穿在她身上都会有她自己的味道。我知道。她常说呢，就是人穿衣服嘛，不是被衣服穿。那是的。她穿什么都是变成 Billy 牌。我知道。你可以那个，对。收敛一点。他自己觉得今天自己最 fashion 的点在哪边？我觉得，我不知道。我看完他刚刚这样子，我真的觉得我有点暗淡。我太亮了。两位有计划怎么样一起过圣诞节吗？哦 ，Christmas 他在表演呢。对，今年因为发片嘛，所以时间非常非常的满。然后我找个时间吧，吃个饭。说到那个发片，最近那个 Lindy 的那个新闻看到吗？温岚的。谁？温岚是，这个要问公司，因为我最近就是一直负责，我真的不知道，不断的宣传这个方面的事情，我真的不清楚。